听说 HOLA 推出宝可梦原创商品 2.0， 我们就赶快来这里逛逛。糟糕！你看假草坪。为了你买的。对，为了你买一个假草坪，超麻烦。啊，错了。干嘛？捡的小草皮，我的。捡你的，你要在草皮干嘛？尿尿啊！你要在草皮尿尿。今天爸爸在草皮尿尿，你怎么看？哇，好累哦。不够，是不是要再买一箱？还要再买一箱吗？那你草皮还要买吗？还要再帮他扩建吗？除了买阳台的布置配件，主要还是冲着宝可梦的商品来的。现场看每一样都可爱到发疯，有兴趣的训练家们可以再上 HOLA 的官网逛逛。这是宝可梦侧开折叠货柜箱，浅浅全程都会陪着我们组装。浅浅宝宝在煮柜子，把你装进去，这是棺材板。获得道具的音效是什么？这全都是 HOLA 没有赞助的东西。特别。然后有一个乱录的。啊，皮卡丘的字幕。都是乱录的。它是。麦当劳，他不是说有送卡牌套吗？怎么没有？对啊，卡牌套嘞。很紧张，你不要把箱子拆坏，这箱子好漂亮。喂，哎，有了啊，有了，差点啊，误会啊，差点哦，战斗吧。这样真的没办法装太多东西，不过还不错。你要放什么？卡带啊，宝可梦的卡带啊，我有超多的，把它放进来。云玩家有很多卡带，正常的。再见。拜。构造很奇怪的地毯，因为我这个耳朵不知道怎么放。哈哈，还有一个东西没拍到，就是椅垫。哈哈，米怪怎么来抢镜头？他好开心哦。你这样把镜头塞满了，好吧。哦，他撞我，他坐下了。那是国中的那个撞肩膀流氓。他起来了，撞吧撞撞。爸爸继续组装。哦，这个推车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他这样不用，根本不用组哎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我甚至不用装轮子，我还以为要组合，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哦，要拉起来，把它收起来，你就这样，那就好了。哦，其实挺不错的。那你可以拿进去你的房间放。可以加高一点点。你干嘛？你觉得是吃的吗？我不然给你吃看。不要。哈哈哈。啊！拍起来，拍起来，拍起来。他连转都不用转呢。抓这样就够。这真的是。废物系列，不会乱讲，然后懒人系列，哈哈，完成，哦，还有一个吊牌，剪彩仪式，啊，剪彩仪式，对，芊芊，你怎么趴在上面？啊，你太大只了呢，耳朵也不够你放，怎么这样？爸爸说什么？不可以在上面睡觉，好吧，好可爱啊。那你怎么不选波加曼？你怎么换波加曼了？啊，你一整只都跑出来了，你只能躺半只欸。对啊，溢出来。你躺半只而已欸，你不要检讨一下。这不是你的呢，这没有要买给你。我的。那是爸爸的。那你去跟他说，
你买太小了，我装不下。走了，算了，没电。